们的口号是国粹国粹真可爱，梨园闯关我挂帅。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我挂帅，我是主持人朱毅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晨，欢迎各位。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很特别，是百名选手同台对决，十强选手脱颖而出，一题定胜负，惊天大逆转。我们的大奖由北京长安大学提供的全年戏曲套票两张，现场的100位选手里边有一位最终的优胜者能够获得。没错啊，好了，这个说说今天的主题吧。好，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我们主题一般通过刘老师来展示，有这么一个主要的人物，刘老师扮成什么样，今天就是什么主题。说的这是谁？今天您这个是什么角色呢？什么角色？你得看我手里这个道具。哇，你藏了一个道具，藏着道具呢。道具一亮出来，这人物马上就清晰了。那我离你远点。好，大家上演。这是谁？孙悟空发福了，是吧？山大王啊，是山大王。这猴稍微我们山上的水果比较多呀。对对对，吃得好，营养丰富，吃得好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孙悟空，围绕着我展开。哎，今天孙悟空是我们所有题目的来源。哎，现在大家把脑子里其他的人物形象全部去掉，因为接下来所有的题目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系的。大家就记住我就成了。没错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关，一百计时。本关规则：100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10秒，答对进入下一题，答错淘汰。本关最多8道题，最后答得最快最准的那10位进入今天的第二关。哎，好了，各位，请看第一题。吴承恩的名著《西游记》全书共有多少回？请看选项，计时开始。40回、60回、80回、100回，啊，这个题目不难。嗯，当然了，如果您没有关注过这本原著的话，可能要想一想。嗯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。嗯，有1位选40回，啊，有4位选80回，嗯，77位选100回，加到一块儿吧，只有82位朋友成功答题，有18位操作失误。哎呦，太遗憾了，太可惜了。正确答案是100回，恭喜77位，恭喜77位。哎，好，嗯，西游记的故事大家应该深入人心，非常熟悉了，基本上是围绕孙悟空，老少皆宜。没错啊，接下来这一题我们先看一段短片。经典了，怀念呢，太怀念了，真是。每回放寒暑假的时候，嗯，重播《西游记》，嗯，看到这段我最害怕。你还害怕？这个妖精太狠了，是吧？还长这么漂亮，真是。也是很著名的演员。当然，这是我们一位非常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。谁呀？杨春霞老师演的白骨精。白骨精是杨春霞演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得了不得了啊！好，三打白骨精。嗯。接下来请看题。白骨精第一次欺骗唐僧时变作了什么形象？请看选项。村姑、老妇、老翁、和尚。他好像这个故事当中啊变化了3个人。哎，没4个，就是3个。哎，分别变化了3个人。变化了3个，嗯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25号。哎，你看您满面红光的，穿的衣服也很鲜艳。这段很熟悉吧？熟悉，熟悉哈。那个，您刚才选的是？我选的村姑。啊，为什么是村姑呢？她变成美女，好欺骗那个猪八戒，猪八戒褪色。
不高兴了。那第二次您知道是谁吗？哎，第二次吃遍的是老太太。第二次是变成老太太出来啊？对。第三次呢？第三次是吃遍的他父亲，就是变成了老头。老头，这么多顺序啊？第四次呢？啊，第四次真。第四次变的就是和尚了，就三次，就三次，这是二十五号理解的三个变化，哎，是这么理解的，哎，嗯，有个不一样的想法吗？有不一样的，问一下二十一号吧，来，按的这个图是先出来老妇人，然后出来是老翁，第三个才是那个美女冲锋，是吧？我看的是这个顺序，哎，你看人多坚定啊，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出来老妇人，嗯，为了博取唐僧的怜悯之心，对，是吧？一看是个女施主，岁数又大又没东西吃。对，第二次呢，出来一老头，是吧？最后实在不行了，来一美女攻势，猪八戒是一个薄弱环节，曲线救国，是，就是。我看您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选的。哎，69位选村姑，两位选老妇，嗯，一位选老翁，谁选的和尚？11号，您这个您选的是，您看全场就您一个人选和尚，哎，一定有您独到的见解。我吧想的是1号，摁的是4号。心在村姑，手在和尚。就是您觉得和尚没有道理吗？绝对的错误。其实我要是白骨精，我得先变和尚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同行。哎，你看看，我跟你是同行，我变个跟你差不多的，是吧？大家一见面，心惺相惜。对，那对不对？那可是没准唐僧就认为同行是冤家。哦，也有可能。万一你也去西天取经成功了呢？我干脆在这儿给你弄了算了。哎，好，正确答案，村姑啊，恭喜69位。接下来这道题，我们在答题之前，首先请大家看一段表演，哎，非常有意思。今天我们这是孙悟空的主题。对呀，孙悟空是谁呀？孙悟空是猴，美猴王。对对对对，美猴王住在花果山。对，手底下有好些马仔，没错，好些随从。对，都是猴啊，都是猴，小猴，猴子猴孙嘛。哎，猴子猴孙。嗯，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市海淀区西宜小学的同学们，为我们表演京剧猴戏，掌声欢迎。师娘，精彩表演。哎呀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哎呀，这孙悟空都一看都很沉啊，是吧？这个小朋友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孙明浩。你看，还真是孙悟空他们家的，这是我的后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今年12。12岁了。哎，你有多少斤？80多斤。80多斤？你12岁的时候有80多斤吗？我12岁是没有，过100斤了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别看啊，咱们好像不瘦是吧？哎，但是咱们很灵活，是吧？哎，练了多长时间？5年多。以后这个小学毕业了之后，哎，打算还接着学戏吗？打算。打算哈？哎，打算去哪儿学啊？戏曲学院。哎，太好太好！中国戏曲学院在哪儿知道吗？
啊，在菜户营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得先去唐人城北门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找我。啊，对，完了你才能去菜户营戏剧学院呢，还找我。但是就是你要想继续学猴戏啊，哎，不能找他。为什么？找他就学猪八戒了。不要影响我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。好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，小孙同学啊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梨园闯关，我挂帅。你看咱俩都特懂猴哈。我就是，我特别懂你，你看没有？对，一般我二弟都懂我。嗯。梨园这词儿我怎么听怎么讨厌，怎么恨得好？还好我是高富帅。弟是武汉的，哎，这行了，你听个死板山武汉的嘞，看听听的行不行啊？欣赏完了各位小孩们的表演啊，孩儿们应该说孩儿们的表演，子孙们，哎，子孙们，这道题目啊，请看题。以下哪种动物也是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？为什么说野呢？野，因为刘老师就是刘老师就是我就是，哎，就我一个了吧？对对对，最有名的猴是什么呀？最有名的猴什么呀？金丝猴嘛。金丝猴，这孙悟空基本上就是个金丝猴。我的石头里的金丝猴。哎，对了，哪个也是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？请看选项。黑猩猩、长臂猿、猕猴、短尾猴，在这个《西游记》的原著当中啊，提到了四种猴。对，哎，说这四种猴啊，都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当中的。哪四种？一种猴就是这个天生石猴，就是孙悟空，就是我。哎，我还有几个朋友。对，就是这假孙悟空。假孙悟空是六耳猕猴。对，还有一个叫通臂猿猴。通臂猿，这是胳膊长，跟长臂猿差不多。对对对。最后一个叫赤尻马猴。哎，红屁股猴。嗯，哎，什么四种猴。对了，嗯，但是呢，这四种里边，哎，哪一个？这里边只有一个是濒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对，嗯，我们来问问大家的选择吧。好，58号啊，您是在做什么工作？我以前是教师。你说老师教哪科啊？中文。教中文。中文大学老师。哎，好了，嗯，那个您选的是？我选的是二。长臂猿。臂猿。对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好像从那个报纸上看见它是一个报纸上，嗯，对，描述它是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那黑猩猩为什么不是呢？好像黑猩猩比它好像要好一点吧。好一点。有选黑猩猩的吗？哟，17号，来来来，把话都给17号。我按错了，我知道是长臂那个猿，结果长臂那个猿，哎，长臂那个猿，结果按成1号了，对不起。大姐，您是哪里人呢？我是湖北的。啊，我听出来你是湖北的。你是老乡，你是湖北哪里的呀？武汉的。你是武汉的。对，我也是武汉的嘞。对的呀。你是武汉的。对，你是武汉的。你听了10万钱武汉的嘞？哎，你别在这儿看亲戚了，行不？我们长臂猿现在长臂猿不是，我在这好人遇上又武汉的，是，反正我知道猕猴应该不是。猕猴，因为咱满世界看耍那猴啊，对，都是猕猴，没错，而且我们都知道哪儿都有卖的，对 对, 对，来猕猴桃，猕猴桃什么啊？啊，据我所知，嗯，猕猴挺多的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，哎，短尾猴，嗯，短尾猴很好解释，短尾猴吧，就是尾巴短，没错，嗯，啊，你看咱俩都特懂猴哈、啊，你看我就是啊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看我特别懂你，你看没有？对，哎、一般我二弟都懂我，嗯。你这个泼猴，你个刀温的猴子，刀温的猴子，该死的弼马温，该死你闭嘴，就是你。我来看大家的选择，有4位都选短尾猴的啊，还真没有选猕猴的，黑猩猩就您一个人选，您选完黑猩猩，您干嘛挠脸啊？你奇怪的，不是模仿灵长类，模仿了，这都一样有一样的地方，哎，对，正确答案是长臂猿，恭喜62位。猕猴和短尾猴都是二级保护动物，因为它稍微多点儿。对对对，金丝猴啊，金丝猴、长臂猿呐，是，还有像这个叫疯猴、熊猴啊，熊，哎，熊猴，还有台湾猴，猴挺多的，对对对，啊，总而言之，啊，大家如果见到这些的时候，不要吃它们，这都是废话，真是，二级动物也不能吃，对对对，啊，有些地方据说很残忍，吃猴头，哎，是吧？真的是个陋习，是是，建议大家吃猴头菇，不要吃猴头啊。吃猕猴桃，别吃猕猴。嗯，好，来，看下一题。
说妖怪怎么变化也难逃孙悟空火眼金睛，他的眼睛可厉害了。是什么造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？是，请看选项：红孩儿三昧真火，如来佛祖五行山，太上老君八卦炉，西天路上火焰山。这都是《西游记》里的事儿啊！对对对对，来，我们问一下41号吧，你选的是？我选的是3，太上老君八卦炉。对，具体说一说。我记得是，反正悟空就被太上老君抓到八卦炉里，就练仙丹，就练49天之后，他就练成了火眼金睛，就跳出来了。哎，就是说是被塞进去的，是吧？然后就开火烧他。对，被逮住了。对，然后一个供暖剂过去之后，这孙悟空急了，蹦出来之后火眼金睛了。来，我们再问一下那边42号。啊，你好。太喜庆了，高兴了，特别高兴。你选的是哪个？我选的是2。2是吧？如来佛祖五行山把孙悟空啊，因为你想啊，他有火眼金睛不是后来的事儿，一开始就能有。一开始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啊？如来佛祖五行山给压在那儿了，最后就你看你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哎，天天练眼睛，练眼神，眼前飞过一苍蝇也盯着他看，能分出公母来。哎，最后练成了火眼金睛，有可能是吧？42号，你得有自信，没错啊。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啊。42号，就你一个人选出来佛祖五行山，大家都选太上老君八卦炉，正确答案是太上老君八卦炉。据说这个太上老君就是我们道教的祖师啊，就是老子。哎，他这个本来他就是说，孙悟空那会儿不是说已经制服了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按说这炉子很结实。对。误打误撞是练成了火眼金睛。为什么没把我烧死呢？烧化呢？哎，因为我之前又吃了仙丹，又吃了蟠桃。没错。嗯。你吃的这个护体东西太多了。没错。保健品吃的多。是。不练都会得糖尿病。内外兼修啊！是。结果一练给你练成了。哎。啊！英雄就是这么出来的。是。哎。嗯。好，接下来还有59位，下一题，请看题板。时下流行的组合词汇白骨精指的是什么？请看选项：肤白骨感精巧，白领骨干精英，直白骨干精彩，白领骨感精致。嗯，你看这都好词啊，都是好词。我们来采访一下33号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答的是白领骨干精英，为什么呢？那就现在流行词呗。流行词儿，流行词儿。好，那您选的是2啊。我们来问一下您旁边这位，32号，您怎么称呼？姓张。您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我是做那个销售行业。我听您的口音呐、啊，我判断啊，你是武汉人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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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当都是您武汉人。我听出一点什么口音来？口音，我听出一点小香玉那个口音了。河南是吗？是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咋菜来了？对，是吧？你真会听、啊，哎，挺好。那个，您给我们。您选的是哪个？我选的是2，也是2，也是二，白领骨干精英，没错啊。你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河南人民呐、啊，都会唱豫剧。那当然了，是吧？是在河南什么都不如豫剧好，没错、嗯、啊。那您给我们今天来一段呗？好呀，好呀，好来欢迎欢迎欢迎啊！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。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。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。你说的话，你讲的话，一字一句全忘完。想想烈士比比战，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？你要远走，你就走。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百年。听完这段上来怎么像骊山老母了？我突然觉得啊，
是吧？啊，我就他想在这儿唱到一百年吗？刚才拿着挺好，像孙悟空。我这猴都老了，我等不了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。有一位选肤白骨感精致，还有两位选白领骨感精致。白领骨干精英，这是正确答案啊！恭喜五十五，恭喜五十五位。现在很多新词啊，上岁数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。网络流行语，高富帅，对对对对，白富美啊，土肥圆，对。这词儿我怎么听怎么讨厌，对，怎么起这么土肥圆？谁给起的？还好我是高富帅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看短片。孙悟空可谓家喻户晓，他是《西游记》中唐僧的大徒弟，有一双火眼金睛，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，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在传统孙悟空的形象基础上，现在不同的影视剧中又演变出了不同版本的孙悟空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游新生还是王道，这孙悟空很多人都演过，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演他的呢，是刘老师，在这儿演。我演什么演？我就是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孙悟空。哎，我就附着体了，我就没错。好，接下来这道题非常简单，哎，看题。以下哪位影星曾在银幕上扮演过孙悟空？请看选项：周润发、刘德华、成龙、周星驰。这个题不难啊，只要看过就不难。好，时间到，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，有两位选周润发，三位选刘德华，五位选成龙，三十九位选周星驰，大家太熟悉了，对对对对 对, 对，对不对？演孙悟空，《大话西游》，大话西游，咦，对对对，啊，正确答案，周星驰，恭喜三十九位，《大话西游》，嗯，啊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对，月光宝盒，大圣娶亲，上下两集，没错，嗯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集，嗯，就跟《大话西游》有关，请看短片。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如果动心，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，苦不堪言。听到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。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，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多么经典的台词啊，很经典的一个台词。好了，接下来请看题。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是谁给他戴上的？来，请看选项：如来佛、观音菩萨、唐僧、孙悟空。哦，主要是戴的。哎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是谁给你弄脑袋上？谁给我戴上他呢？来，我们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。五十八号阿姨，我选的是二，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啊，观音菩萨。因为这一路上，观音菩萨跟孙悟空的接触最多。反正我记得吧，这个东西就是观音菩萨他掏出来的。对，因为观音菩萨有三个箍，分别是金、进、锦三个箍。金箍咒、禁箍咒、紧箍咒。对了，紧箍咒是给孙悟空了。啊，嗯，还有一个给黑熊怪了，黑熊怪那是禁箍，禁箍，对，嗯，还有一个给谁了？给红孩儿了，红孩儿，嗯，啊，这仨都属于是改邪归正的典型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选择。五位选如来佛，十三位选观音菩萨，十五位选唐僧。我们问的是谁戴上的，对，不是说谁给他的，没错没错。最终是经谁的手戴上的，这个戴在脑袋上的。正确答案是孙悟空，恭喜六位。自己戴上的啊，自己戴上的。我这个后悔啊，哎，我到现在都后悔当初这件事儿。嗯，原著里边，哎，就是你自己选择自己戴上。观音菩萨给了我师傅一顶帽子，对，
帽子拿过来，我看着挺好，夸他自个儿就给戴上了。是被骗戴上。摘了帽子之后，一瞧里边有一箍，一直戴到我成佛呀。好了，只有一次了，只有六位，我们来看看这六位是谁呢？我们恭喜苏强、刘英、艾国超、张宝伟、黄敬亭、段爱莲，你们已经率先进入了十强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四个名额，我们会用一道题来决定。除了这六位之外，现场所有的已经灭灯的94位还会再亮起灯来，一起来答这道题。这道题答对的最快的4位将也进入十强，大家要注意了啊！来，请看题。以下哪个是孙悟空所用兵器金箍棒的别名？请看选项，计时开始。月牙掌、当天画戟、炎武棍、定海神针。这个很简单了，就看你是不是很沉着的把它看完了。哎，看完了之后呢，速度要快啊！月牙铲，沙和尚拿的吧？月牙铲，哎，是吧？对，一头月牙，一头是铲，没错。当天画戟。吕布，印象里边，比方巨灵神拿的是，应该是一对斧，是斧，对，在戏曲舞台和动画片里是锤，是锤，对，那么像太白金星拿的是，太白金星是银肘，哦，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，嗯，这个赤脚大仙拿的是扇子，芭蕉扇，不是啊，这个王母娘娘拿的是如意，对，你看都有兵器，你看你随便问问什么我都有，我跟你说，千里眼拿的是眼镜，望远镜都出来了，没有东西。但是孙悟空有一个对手，哎，叫哪吒三太子，对，这太熟了，他拿的是什么兵器？哎呦，那他可太多了，因为他是三头八臂啊，好多兵器呢。比方说最知名的。乾坤圈，乾坤圈，混天绫，火尖枪，哎，风火轮，对，这使得会的东西太多，最知名的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多还打不过孙悟空？因为我会七杆飞，对吧？拔一把毛变出10000多个，对，可是我身上哪有那么多毛可拔呀？所以现在就秃了嘛，啊，好，怎么落你手里了？真是，接下来，看看大家的选项是，哎呀。3个月牙铲，2个方天画戟，2个炎火棍，正确答案是定海神针。恭喜，重好多斤呐、啊！对，13500斤。没错，这73位里边有69位要被淘汰，因为按的最快的有4位。只有4位。来看一下本场100进10这10位选手的名单，他们分别是。苏强、刘英、艾国超、张宝伟、黄敬亭、段爱莲、曾富荣、张松安、杨秀华、刘宝，恭喜你们！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关。梨园闯关我挂帅，全新亮相，前所未有的嘉宾阵容，娱乐互动，诙谐幽默。紧张激烈的答题现场，10秒之内必须作答，答错一题就要淘汰。计时开始，时间到。答对，错误的。错误的好，向后转。一题定胜负，惊天大逆转，梨园闯关等你挂帅，精彩无限，敬请关注。欢迎各位回到梨园闯关，我挂帅。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关十进一的环节，规则如下：10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10秒，答对进入下一题，答错淘汰。本关最多5道题，最后选出答题最快的一位选手进入终极闯关。再来认识一下，哎，这10位选手，从1号开始。我叫苏强，老家是山东泰安的，现在在北京拓普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工作。冷链。就是说你们那儿所有的卡车呀都是带冰箱功能的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送点这个需要保温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比方说一些生物产品，生物产品，医药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冰棍啊，哦，知道了，冰淇淋啊，爱吃这个，哎，是吧？啊，这一类的啊，欢迎你来2号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颖，我来自河南洛阳，龙门石窟那块的啊，刘颖，好，欢迎你3号。大家好，我叫艾国超，是河南安阳人，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装潢公司做巡暖工，谢谢。安暖气，
是吧？对对对，你看这个大胳膊根子，看着啊，这是力气，肱二头肌是不是？是力气活啊，这个、力气活，力气活真是啊，有劲儿、啊。好，四号，大家好，我叫张毛伟，是一名转业军人。嗯，老家是河南。哎，我老家也是河南。您老家是河南哪儿？河南周口。周口。现在有洛阳的，有安阳的，有周口的。嗯，啊，来，五号，大家好。我叫黄建平，来自河南周口。我在一家装修公司做油工。油工是油漆工。对，油漆工。啊，叫统称是油工是吧？对，简称油工。您跟那三号是一个公司的吗？对，就是一个公司。他把暖气装完了，你给他给擦点油，给暖气擦油漆。对对对。嗯，已经有四位来自河南的朋友。是六号。大家好。我叫段爱莲，啊，段总，是一北京退休，啊，退休职工。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？第一山西人。啊，山西人啊，山西人。那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单位搞供应工作。供应工作。供应。这是各种食品。不是食品，后勤基建。基建啊，供应各种水泥啊、黄沙呀、啊。不是基建吗？不是、啊，不是，那是老身上扎的。您说的，您说这是工会工作。哦，不是这个。哦啊，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、哦、啊。哦，这么个意思。他需要一些什么材料，他这就搞供应。哦哦，明白吧？哎，需要什么？完了，我来，需要什么来什么。好，欢迎你。来，七号。大家好，我叫甄芙蓉，来自重庆，以前是教师，退休以后来到北京、现在是北京海淀碧水阴天合唱团。今天我们合唱团来了很多我们的队员、来参加这次连闯关我挂帅的活动。好，谢谢，看看，谢谢。哎，大部分可能都是离退休人员，对吧？对。啊，平时业余时间很多，又住在一块儿，所以咱们就组了这么一个团。哎，今天全团都来了，那不能白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唱这么展示展示、啊，来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一位那个团员唱得很好，叫鲁东东，坐在下面的。真的呀，64号是吧？好，有请鲁东东，有请鲁大姐，我们来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有请有请。黄河水呀。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八号，刚才好像认识了，是你好像也是河南的，是的，唱的也不错，哎，嗯，来再给大家介绍一遍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松安，来自河南驻马店。哎呦，今天你看见没有，十强里边，嗯，河南来的有五位，你看看，不得了，都是你老乡。我老家是河南，对呀，是新乡啊，不知道还有没有？来九号。大家好，我姓杨，我叫杨秀华、我也是来自河南洛阳。洛阳。我是生于河南洛阳、但幼年时在新西兰留学很多年。哦，在惠灵顿长大。奥克兰。哎，奥克兰的。对对对。看看这儿也有你的亲戚吗？没有了。我亲戚在新疆。十号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刘宝。我来自北京。刘宝这名字太大家太熟了，对吧？对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嘛，对，刘宝的故事。那个你看这个十号说什么，九号总要看他一眼。对，还抱怨那个，哎，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是是是，你好好说。就是说那就这种态度，这种眼神是。你们俩认识吗？嗯，认识。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情侣。情侣。哎呀，给他美了啊！说你们俩刚才坐一块了吗？嗯，坐一块了。是几号来着？51、50。嗯，你一般啊，两口子或者情侣来啊，答题的时候会选择两个人不答一样。对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确保一个能晋级。就是说，今天所有前面题目你们都觉得同时都答对了，就觉得特别肯定这答案是吗？是。你看十号这腼腆的，场上唯一的一北京小伙子吧，这是啊。
我祖籍也是河南。全都是河南，你看没有？太厉害了！接下来这节目你一人主持就完了。接下来这节目，你家亲戚跟豫剧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哎，河南来啊！好，接下来五道题目依然跟这个河南的孙悟空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来第一题。请看一段现场表演。好，现场表演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著名的曲艺演员陈金丽，为大家表演快板书三打白骨精。有请陈老师。欢迎。唐僧到西天去取经，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，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，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，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这时候天色已经晚，他们师徒三人被白骨精骗进了白骨洞。唐僧说：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，事到如今后悔晚。唉，师父不晚，悟空在此啊！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，蹭跳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根，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魔帽，帽边周围绣飞龙，紫金箍和这耀眼明亮的尖山很大红披风，紧身的裤袄黄云缎，虎皮战裙围腰中，四轮被肩打连风扣，可是牛皮怪靴足下蹬，手持着一条如意金箍棒，真是豪气冲天，八面的威风，高喊妖魔哪里走路。铁棒直奔白骨精，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他的连击棒，但只见棒起棒落，棒走棒过，棒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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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棒一棒连一棒他的棒棒紧逼白骨精。这妖精闪展腾挪，上蹿下跳，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，前眼后合，只有招架的力，也没有还手的功。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拥。孙悟空不慌不忙把他身躯晃，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的给唐僧解了绳索，有的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。唐僧这时惊又喜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。沙僧这里五禅杖，猪八戒金耙高高举在空，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，山猫野狗兔子精，那么蝎子蜈蚣大长虫，眨眼间全被消灭一扫平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，孙悟空急中妖魔再逃生，噗噗噗口内吐生火，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，突突浓烟起，发出烈焰腾，飘飘金针窜着窜着火穹红。白骨精被生火烧得滋滋的响，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悟空说：我根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父师弟隐身行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了。
谈情说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。悟空说，这也是妖魔施的诡计，阴险狡诈把人坑。要知道人妖或人定遭害，可是真假不辨。再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。悟空说，这也是妖魔施的诡计，阴险狡诈把人坑。要知道人妖或人定遭害，可是真假不辨。再获生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唐僧点头说声是，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。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。有这有影有声威，可是敢争敢斗敢交锋，铁棒在手妖不尽，扫尽天下的白骨精。谢谢陈先生，谢谢陈先生精彩表演。梨园闯关我挂帅。你看咱俩都特懂猴哈，我就是我特别懂你，看没有？对，一般我二弟都懂我。嗯，为缘这词儿我怎么听怎么讨厌，恨得好。还好我是高富帅，你是武汉的。哎，这行了，你能听个死板腔武汉的？你别在这儿看亲戚了，行不行啊？欢迎各位回到梨园闯关我挂帅。快板书三打白骨精，哎啊，接下来这道题和快板书有关系，是，请看题。快板书是由哪种曲艺形式演变而成的？请看选项：太平歌词、京韵大鼓、评弹、数来宝。四种曲艺形式都是曲艺形式。太平歌词，相声演员自己因为以说为主，对，所以呢自创了这么一个唱的形式，是的，太平歌词。嗯，哎，刘老师对太平歌词很有研究。哎，来，你说半天，让我对太平歌词很有研究。很有研究。好，这可能您说了半天，大家对这个还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。对对对，我简单的小两句，写两句啊，写两句啊，太平歌词。嗯。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啊，臣贤万民安。那有一位三齐贤王，名叫韩信。他灭罢了楚国，把那设计来安。哎，就到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京韵大鼓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哎，这比较熟悉了。嗯，评弹的是这个南方曲艺，是苏州评弹。苏州评弹。数来宝，嗯，哎，别说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数来宝最靠谱。数来宝因为也是很节奏鲜明。数来宝用的这个乐器，嗯，跟快板书好像是一样。对，哎，也是用这个七快板。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。嗯，数来宝都选择数来宝。正确答案是数来宝。恭喜十位。最早呢由说唱艺人走街串巷啊，这个是卖艺啊，沿街卖艺，是数来宝这种形式呢，他就那时候就有了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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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啊，有人说这个笑谈说数来宝跟要饭的差不多，哎，还能说还就是沿街卖艺嘛。对 对, 对, 对，其实呢就一层窗户纸。对，只不过呢一个呢是兜售的是可怜啊，或者怜悯；一个呢是兜售技艺，凭本事吃饭，是吃饭。还有拿了一种这个牛胯骨，哎对，哎绑着铃的，没错。夸嚓夸嚓，哎，也是集结儿歌，没错。嗯啊，除了数来宝，还有这个蒙古族有好来宝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但是呢，它怎么变成快板书的呢？嗯，它有区别。是这个数来宝要求啊，脑子非常快。对，看见什么就唱什么。讲究三快，哎，眼快、心快、嘴快。快，眼睛快，心里边嘴里往出唱，马上就要唱出来。对，看见什么，比方人家做买卖的，就要唱那好词儿，对，让人家高兴。对，这个钱就很自然就挣到了。哎，比如说说和面的，和出面了一个蛋，擀出面。来一大片，切出来这一条线，放在锅里的团团转，盛在碗里的莲花瓣，一人吃半斤，仨人吃斤半。注意，老师算一算，算不上来你笨蛋。一看你就要过饭，对吧？哎，你这折扣干的还不错，你看看。我从第一句憋着这句。行啊，好，快板书，我会报复你的。你留神啊，我这算报复你。是，快板书呢，一般讲的是一整段故事，就是说的是书，除了它有节奏之外呢，你听的是一完整的故事。哦，数来宝呢，往往的它这个故事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，没错，是。好，那么
大家看来对这个还是很熟悉。是的，关键是因为他们的乐器是一样的。哎，七块板儿，哎，五块节子，两块大板儿，没错。嗯，好，这道题没有任何人被淘汰，下一题就不好说了啊。请看短片。大圣，别打了，快用照妖镜帮我照出这个妖怪的原形。陛下，镜子里有两个孙悟空。玉帝，你是不是用了一个假的照妖镜来糊弄我啊？不，我这照妖镜绝不是假的。我的镜子，这个真假美猴王，哎啊，这连玉帝都骗过了。是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要防骗，没错，分辨各种虚假的事物。是，接下来这一题，就跟这个有关系。啊，是吗？请看题目，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是在每年的哪一天？请看选项。8月14日、3月12日、3月15日、5月31日，哎，刘老师，你猜这题有人答错吗？我猜这题肯定有人答错呀、啊。是吗？是吧？哎，一号你答的是2月14号是吧？2月14号。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是每年的2月14日。每年的那一天你都在干什么呀？学习啊，学习，学习，太老了，真是一个好学生。啊，那个那天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晚会啊，特别重要？消费者权益日嘛，叫214晚会。人家学习呢，不看晚会，你老挤着人家干嘛？2月14，你应该问9号跟10号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你不问他们俩干什么？你老问一号干嘛？一号，来听听2月14号应该干什么？对，好好学习学习。九号告诉他，今年2月14号，我们是因为在两地嘛，我们是在网上视频，聊天。那个时候，你们主要聊些什么内容呢？看来聊的是一些不能跟大家说的内容。啊，是啊，2月14号这天、是谈情说爱的日子，情人节。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，一位选择214，九位选择315，正确答案是3月15日。恭喜九位，这不是我们定的啊，对对对，国际消费者权益日，没错啊，这个2月14日是情人节，没错，3月12日是植树节，啊，315，1983年由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定于315为消费者权益日，是5月31日是什么日子？5月31号，世界无烟日。哦，好，还有九位啊，来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这已经是第三题了，好，看短片。抬起头来，让俺瞧瞧。弼马温，弼马温，我让你瞧个够。啊，原来是八戒呀、哥哥，哥哥啊，哥哥，八戒啊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。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，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？不是，是不是？说，快说！师傅，想你，叫我来请你来了。想我？他怎么会想我？他对天发誓，写下贬书，怎么会来想我呢？师哥，师傅确实想你啊，想你啊。哦，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过法啊？听听，好了，接下来这个题目啊，这段说的是呢，唐僧把孙悟空贬回花果山，猪八戒啊到花果山求援，求他帮忙。来，请看题，八戒用什么方法使孙悟空再次出山去救师傅？请看选项。苦苦哀求，偷走金箍棒，运用激将法，使用苦肉计，运用什么方法呀？是在刚才这段片子后边。对，大家看不见，这刚来这儿。没错，
看一下大家的选择。八位是运用激将法，哎啊，是正确答案是运用激将法，恭喜八位。这条故事叫智鸡美猴王啊，没错，这其实猪八戒啊智商非常高，一点都不是那个呆子，就是不爱使懒。第一，他觉得取经这事儿吧，是对他来说他就是个打酱油的，对，就是哎，反正我也闲得没什么事儿，是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可干，是这个事儿看起来还不错，我就跟着吧，对，要不然会受苦的。所以呢，中间他很少出什么好主意，对，就是天天这个饿了呢就喊吃饭，没错，困了就喊想睡觉。苦了就喊散伙，没错，老说分行李，对，老惦记回高老庄啊，完婚去啊，对，其实很聪明啊，是他这个时候就用到了他的这个聪明，哎，智慧，当然了，换句话说呢，孙悟空更聪明，那当然了，给了他孙悟空一个非常舒服的台阶，对了，将计就计了，没有这个台阶的话呢，孙悟空也下不来台呀，下不来台，是吧？太憋屈了，顺坡下了，没错，当时具体他说的呀，八戒说，这个白骨精啊，你可不知道，是狂妄之极。哎，说了，齐天大圣都搞不定我，他算个屁！他是这么说的吗？对，这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哥，快去弄死他！啊，八戒，你抬起头来！哎，这是这么一故事。哎，好，下一题要懂点历史。哎，请看题板。历史上玄奘赴天竺国取经，古天竺国是今天哪个国家？请看选项。泰国、罗马、印度、阿拉伯。六号阿姨，这您选的是？我本来选，应该是选三，那这个选跑到六了吧？是不是？按到六了是吧？啊，我要选印度是吧？七号呢？我选的二，罗马，唐僧到意大利取经，于是就取回了披萨饼，小话，中国叫呼擦的那个叫，八号选的是，我选的是三，印度啊，我记得也是印度，其实这题你看啊，就算我们没看过西游记，是什么都不了解，我们也不会选罗马跟阿拉伯。你知道吧？为什么呀？唐僧取的是佛经，对，不是阿拉伯只能取古兰经，古兰经，对，你到罗马只能取圣经，哎，是吧？到泰国取，哎，泰国佛教了，印度佛教，哎，要选泰国还靠点谱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，啊，一个罗马，六个印度，一个弃权的，正确答案是印度啊，恭喜六位。印度啊，离咱们最近的另一个文明古国，是，其实印度有很多傲人的发明，哎，只不过现在吧显不出他们有多强来，是，其实印度人很了不起，没错，我们常用的阿拉伯数字，是印度人发明的，哎，你看为什么不是阿拉伯的，哎，我也奇这个怪了啊，我也奇怪了，是，好，接下来，哎呦，六位，最后一道题啊，最后一道题了，好，请看题板，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请问一下哪座山又名五行山？请看选项：泰山、华山、太行山、五指山。《西游记》啊，是一本神话小说，对，它里边出现的所有的地名，除了那唐朝首都之外，对，我们几乎啊都找不着。是，比方说告诉我们这个东胜神州奥莱国在哪儿啊？对，没有人知道。是，犀牛贺州在哪儿啊？对，北俱泸州、南缠部州、都不知道啊，这都是虚构的。对，所以它里边那个五行山也是虚构的。对，我们要问的就是。这四座山哪一座有一个外号也叫五行山、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外号叫五行山的山。二号你选的是几？三。太行山是吗？有什么依据吗？没有。第一感觉。五号你选的是哪儿？我选的是四，五指山。对，那个最像五行山嘛，五指山一个手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这个。看看各位的选择，一个泰山，一个太行山，四个五指山，正确答案是，恭喜二号，恭喜二号，就是太行山。
太行山又名五行山，很富有传奇的名字。这道题恰好题目问完，全场答对所有13道题的唯一一位选手产生了。我们恭喜2号进入终极闯关，恭喜！梨园闯关我挂帅全新亮相，前所未有的嘉宾阵容，娱乐互动，诙谐幽默。紧张激烈的答题现场，十秒之内必须作答，答错一题就要淘汰。计时开始，时间到。答是错误的，错误的，好，向后转。一题一正负，惊天大逆转，梨园闯关等你挂帅，精彩无限，敬请关注。欢迎各位继续收看《梨园闯关我挂帅》。终极闯关，哎，就剩一位选手了。是，这位选手刚才做的是2号。嗯，实际上你刚才在台下做的是几号？44号。嗯，听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数字啊。好，接下来终极闯关的规则。一名选手答题，答题时间30秒，答对闯关成功，答错机会转向现场99名选手，答对者均可获得奖品。如果是你答对，将会获得由北京长安大戏院提供的全年戏曲套票2张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有请。请看题，请按照《西游记》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以下地名与时间，请看选项，计时开始。大闹黑风山，山灭火焰山，废压五行山，师徒上灵山。现在可以回答吗？可以，随时回答，还有20秒。第一个是3，3；第二个是1，1；第三个是2，2；第四个是4，4。3、1、2、4，你还有13秒的时间可以修改，还改吗？不修改了。还有9秒。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。3、1、2、4。时间到，他的回答正确吗？正确，恭喜恭喜刘颖，一个人获得了由长安大学提供的全年戏曲套票2张。哎，想看什么戏看什么戏，对，最好看个猴戏。对，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现场其他99位挑战者的参与。哎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也会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，谢谢各位。朱毅老师，我还有个要求可以吗？你还有个要，你要退票吗？啊，换成现金。有什么要求？我一直是你的粉丝。哎呀，谢谢你。哎呀，粉丝来了，太高兴了。您肯定经常看我节目是吧？那有什么要求呢？从美食节目就开始看。从美食节目看到现在。还有生活频道的那个，好像有一个节目是防止、教其他人防止他们受骗上当的那个节目。财经频道的。对。朱毅说记。对，那个我也看。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啊。可以跟我握个手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来，抱一个吧。哎，抱一个吧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很幸福，谢谢你、啊、我怎么那么痛苦啊。我希望所有喜欢我的粉丝啊都来抱你，都来报复你，他受不了，都来参加我的节目、哎、是吧。哎，姚老师，哎，你是不是也很想抱一下？我就是想被报复一下、啊、我现在要报复你，我跟你说，你下去做完节目呢啊，下去我抱你、啊、好。想参加我们这个极其欢乐的节目，哎，请按如下方式报名，没有任何门槛啊、嗯、我们的口号依然是国粹国粹真可爱，梨园闯关我挂帅。谢谢各位。